现在咱们大乘大记十论经啊，最后的一部分啊，地藏三经到后一部分都告诉你怎么样修行。那以前的断惑，怎么样断惑，让你认识惑业怎么来的，烦恼怎么来的，怎么造的业，如何行善。咱们大乘大觉十论讲最终是讲十呢，用十善法对着十呢，开始讲修行。修行呢，你得有个方便。第一个方便，忏悔。你如果不把过去的业呀忏悔掉，你修行不成的了，就是障碍很多。你不知道你怎么造的业。说的前半部跟你说，你造业起心动念生口意。然后大乘大觉十论经是从十呢十善开始的。同时你要修行得有个环境。这环境呢，就是那个客观的现实，这个助道的因缘，不然你没办法修行。修行障碍很多的。不是四宗弟子任何人最起码想断烦恼，不要烦烦恼恼让你身心不得安静。为什么要忏悔呢？如果你假使你身体不好，一天病病歪歪的，你苦得不得了，你的心能静下来修行吗？对，你不能静下来修行，就是你内心是你自己，外边客观的环境，如果你周围的人周围的事也没办法耐心修行。障道因缘很多。大记在这个地藏经，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说，修地藏法门呢，就念圣号就好了，一个读经，一个念圣号，这是地藏经修行法门最方便。假使外头客观有很多障碍，有很多的烦恼，是你没办法修行，念地藏菩萨该可以吧。我一天你抽上一个小时念一部地藏经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你心散了也好，你念地藏经，念一千声地藏圣号，能念一万声更好了。地藏经修行法门，旃檀散那业报经，说你得有业，有业障，定会休息不成。乃至你所有的书周边的人事的环境，你可用旃檀轮旃檀的，这是特殊方便。修行什么呢？修行定会。有子贯双运，二种贯道，一时警戒，修贯，贯呢就是定和慧，完了达到了入法界，达到一时警戒。
大成大解十六年告诉你修，前头给你讲清楚了，怎么样忏悔，怎么样认识，那就给你起修的部分，就修定，定义是什么呢？定就是观，这观呢，就是思维修，思维修。但是这个经上跟你讲的呀，当时叫静虑，说你呀静下来，好好思虑，虑就是观，静呢就是止。说呢，也是修定修慧，不修定成不了佛，乃至断烦恼也断不了。修定，定，这一段经文呢，最后了都告诉你怎么样修定。定义是什么？义是什么修？先讲的是四大宗，四大宗，一是地界修静虑，或者一是水界修静虑，一是火界修静虑，一是风界修静虑。第一个是一四大宗，就是修定，静就是定。律就是慧，律什么呢？观。在佛经其他的经论术语就子观双运，就是静律。那你所依靠的有地界，看着大地无常，大地的变换，像咱们这当前的世界呀，看那个风灾水灾火灾，很多有时候也是大地而起的，也是水而起的，也是火灾，也是水而起的，也是风灾，也是四大宗。那这四大宗灾难现了，你要关照一下为什么。这标你呀修观的意思，或者一是空，修静虑，观系法皆空，或者一是实，是一是实，这个实啊，是八识说的，一是实界，我眼耳鼻舌身意识，停下来观察，一知那个无那识。他那个第七啊，莫诺，以诺我执，以我执来修定的，我把这个念一念呐，这么完了再讲修定的方法啊，这都是依止的啊，就依止什么来起定、起慧、起静虑，或者一是苦，一是乐，我说着乐，享受乐受。修定会，乐的时候很欢乐，还能修定吗？也能修，观他的坏，乐一定坏的，坏的就变成苦了，一直苦受来修定律，在那不苦不乐的当中修静律，或者一直食物边修静律，一直无所有处修静律。一说非想非非想修静虑，一说此事修静虑，一说他事修静虑，一说小想修静虑，一说大想修静虑，一说无量想修静虑，如是静虑有漏有取有所依着，依着就依着这些个环境的现象啊，这一种修的呀，都是世间二乘法，不是究竟的，
不详细讲它，这不是我们本修，不是我们本修啊。这叫菩萨观察世间的经律法，这属于定慧啊。嗯，这种经律呢，是声闻缘觉成所修的，不是菩萨先修的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本经地藏王菩萨教母所修的，因此此不名为大甲走轮。这个轮呢，不是我们现在本经地藏王菩萨教母修的。地藏王菩萨教母修什么呢？下文就说到了。是不是这些个声闻缘觉成不能说大乘的净慧，菩萨也是这个修进入不了菩萨位，菩萨以着这些法给声闻缘觉成说，你这个含义，所以也是四大宗好，也是叫这个说是好啊，也是前头所有说这个举这些个相啊，这样修呢，成不了佛。为什么在佛经上这样讲？有些个人他不信，现在有很多人不信啊。咱们讲第四天呢、斗率天呢、他摩天呢、夜幕，社会上不信，说死了死了，死了就了了，他也不信造业有报。再简单说，不相信因果，他不畏惧，不畏惧后世的苦果，说他尽量造业。佛这样告诉我们，有些人没有信心，这佛经上说的，他要是虚无缥缈的，不可信。如果你跟很多人说大地呀、在水上难住的，他会信吗？他不信。他说水上还得难住，人掉到水里都淹死了，大地在水上难住的。那现在为什么上天了？对，人在那个太空中回头来看地球，地球是蓝色的，证明大地在水上。那地水火风的四大宗，就佛说这个构造啊，就是事实啊，众生没见到啊，他不信的。说水下水底下大风来吃风轮呢、在佛经上讲有很多种，刮讲风轮有20种风。咱不是研究地理啊，也不是研究大地成长，借这个来说，佛讲的空是有中见空，那个空啊，不是完全的什么都没有的空，咱们看见空气当中什么都没有，这是假空，假空。咱们所见的空啊，是假空。现在咱们讲华严，讲真空，真空啊，真空不是这个假空，真空不空，不空
空中才能容有。要么明白这个，知道我们要所追求的，这是什么呢？你先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再观照，就叫静虑。看看一切事物与真空相合，能得到空定的，空定的，这还是是禅天。空无边处，心识所观的实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这还属于人天成。这个定啊，也不是真静的。咱们现在学华严经讲，以华严经所建立的三观，就是静虑啊。三观就是观，就是虑。那叫真空觉相，理事无奈，周遍含容。那某学四教，藏通别人，他所立的三观，空假宗。空假呢是福袋说的，主要是学真空，主要学真空。那要依着文字的次第修禅，禅就是静，三昧，由禅而生出觉悟。前头所念的经文呢，都是有相的禅，有相禅，不是无相的。那么这个空假宗，注重在中观。三轮宗呢，就是只是中观。天台宗呢，空假宗三观。华严宗呢，真空觉相，理事无奈，周遍宽容，也是升观。这从禅定开出了静虑，虑虑就是觉。这里头分所有前头念的经文属于有相禅，有相禅。至于我们中国所传的那个，那叫无相禅。禅宗历代祖师所讲的那些无相禅，不要执着，凡有禅学执着的都不能进入。这整个的是属于禅境的，属于境律啊，就是境律系统的，境律系统的。但是现在此经所学的呀，他让你所有关照的，就说的主要是依着这个静虑而起的功夫，起的功夫，你怎么样用功？这经上就，地藏菩萨经上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想把它讲清楚，得你用功用到一定程度，就容易清楚。清楚，你这文字上讲，你这理上讲，乃至过去祖师的经验，那种禅定，地藏三经所讲的禅观跟那个不大同，不大同。例如说，地藏菩萨在这个《旃檀散乐业报经》刚开始也讲，讲的数息，讲数息，没有大乘大记呀、讲的详细。说是你当然你要造的时候，静虑是造的时候啊。就简单说说，我们修观，观上明了，要开智慧。观是思维要静虑下来，等静下来呢，
就有一个明啊，是明点升起。哦，这个说到密宗叫明点，叫点，就是当你升起这个了，叫明点。修的时候呢，这个明渐渐增大，哦，智慧啊，渐渐就开。你定力越大，光明照得大，智慧开得越大。那跟那个四禅八定不一样的，那属于还属于人世间的禅，叫人天的禅定。但是这个数习惯，此经叫数习惯，用呼吸来念佛观，它一个进相，一个出相，这属于有相的。刚才说达到的定力，达到的定力啊，出入息都没有了，定力成了，成了的入这个葫芦息，还一个念阿弥陀佛呀，那个光明就大了，你生不是生极乐世界吗？就是极端的方便善巧，你们啥叫？前头讲的不是的啊，不是这种道理。那么究竟菩萨的境律，说那是阿罗汉跟独觉、圆觉菩萨他们说的境律。那什么是菩萨的境律呢？云何菩萨境律？为诸菩萨眼离住运修习境律。菩萨修境律的时候，没有五欲境界相，离开色受想行识，离开识，远离入界修境律。远离三界就是啊，修经的时候不依这三句境界相，远离诸法修经律，远离欲界修行经律，远离色界修行经律，远离无色界修行经律，远离三律意修行经律，远离三解脱修行经律，远离四念修行经律，远离四断修行经律，远离四种主修行经律，远离五根修行经律，远离五欲五力修行经律，远离七觉知修行经律，远离八正道修行经律，远离地界修行经律，远离水界修行经律，远离火界修行经律，远离风界修行经律，远离空界修行经律。这个料说几句啊，空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再有说是观空的时候修行经律，空不空啊？不是一是四间相，前头也讲了，原来地水火风，还有一个识啊，知道空相的是识啊，识也要远离，识里头含着受，苦受乐受都要远离，不苦不乐受，离一切诸相。远离虚空无边处修行经律，远无实无边处，远离无所有处，远离非非相，非相非非相中，这叫四禅天，这四禅八定的，四禅八定的，远离这些个，远离此事修行经律，远离他事修行经律，远离小相修行经律，远离大相修行经律，远离无量相修行经律，如是经律
能发先生广大光明，无漏无缺，无所依着，把这些个都远离了，那才是菩萨出世的净律大家走轮。那什么相呢？处处发心，一发菩提心，五欲能断，五欲都断，五欲境界都断了。这个叫能断五欲的，发菩提心的，才是菩萨摩诃萨，超胜了一切声闻独觉。普为一切声闻独觉做大福田，那些个所前的所念的就这么长的经文呢，都不能给声闻做福田，唯有菩萨发大菩提心的，能给声闻缘觉做大福田，把一切声闻缘觉等供养。就是这段经文呢，能把这段的意思跟大家讲一讲。说我们看到这段文呢，就是浅排浅，说你一直大乘大地修，不要修这些定，不要修这些个净律。要修什么净律呢？下文就讲了，说这个净律是排浅的。二乘人所修的空观，他就入了有余涅槃。有余涅槃呢，没达到无余涅槃，不是佛果。为什么？菩萨也证到这个空里，菩萨在这空里不执着空里，可能去度众生，空里头除有。度众生就有法，二乘人中的这个涅槃为什么叫有余啊？他住在空上，空上，空上不能除有，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不能够圆融，不能发菩提心，也不能利益众生。有什么？有想，有相，有取着。有相，有想，有取着，不是菩萨的境界啊，是二乘境界。说了生死没有？了了，了了一半儿。执着法有，我是没有了。还有取着。做什么呢？执着法，所以他不是菩萨。菩萨出世的修行的境律，那又是什么样子呢？第一个空观，光空，空观成就了，从空而说有，真空觉相。一化现真空觉相，一是这个，在我们那个《占刹三藏业宝经》地藏菩萨说，他这个是微心实观，《占刹三藏业宝经》说这个观叫微心实观，不成真。还有一个真如实相观，那也就成真了，入实相的境界。真空觉相观，一切相绝灭，二乘就入实相，住在空上，空观成就，空上，不能利益众生。观的是观照意思啊，观照意思，是观是智慧啊，那么的要达到定，
要达到定啊，观照就是止啊，这个观照就止了，就是定，那这叫舍没脱。但是从舍没脱观照起，要起惯例，从定起惯例，毗婆舍诺，那这是菩萨境界，菩萨境界。光有观照没有定力，没有定的观照，这还是在生死流转。有毗婆舍诺的啊，观照力很强的，没有定力，还在生死流转。所以这能是单边的，不能够指定慧均等。定慧均呢，就是定力其所有生的智慧，智慧又产生定力，定慧平等的。那大菩萨他一发心，五欲就能除断，是定力。从定力他起出智慧来，他要让一切众生都能断五欲，那就是大菩萨心了，菩提心了。而成人只能半对半边，就是他能断了五欲，他只到这个省了，不去利益众生，不名为菩萨摩诃萨。当自己证得了，想到一些众生的苦难，让一切众生有正德发菩提心。这个发菩提心呢，专指是利益众生，不利益众生，很简单。只寡为自己得到难乐了，只为自己求难乐，不为他人谋幸福，不是菩萨。景二生住到得到涅槃了，住到涅槃上，再不受苦了，常吃常乐了，他就不再发心让别人也得到这种难乐，他没这个心。这菩萨跟二生区别就在为人不为人上头来定。为己为舍己重担，修有所得定，求断自烦恼，非真智者相。尔时世尊呢，把这个道理分别什么菩萨跟这二乘人为什么不同啊？不同点在哪点呢？一个把自己的烦恼断了，得到定了，但是自为自己断，不管别人，非真智者相，不是有大智慧的。这个重担呢，当你利益人的时候，说利益众生，那是发大菩提心呢，挑起重担呢，重担什么呢？佛的家业。佛诸佛都是度众生的，没有不度众生的佛。二乘人是把一切的烦恼世间相断绝了，重担放下了，轻松自在。菩萨又把这重担挑起去利益众生，这很简单的世间相。一气有所观，求血多修定，取作此彼难，非利落有情。就说二乘的人啊，二乘，他不是真正的大智慧，
一指什么？一指是什么？一指啊，是正觉世间，有一无一嘛。咱们前头讲啊，这是大乘的十论经的特点，有一轮无一轮。一是什么呢？一是正觉世间。观是什么呢？真观。所得到的定，所得到的听，所得的不是真正的。为什么要一日正觉世间？一日佛啊，这是佛啊，他所修的观是指真观。求解脱而修定，二乘的目的就是求解脱而修得的定。器皿呢，有二乘的根器，二乘的根器。只为自己求烦恼，不为他人得难了。他执着有个此难，有个彼难，不利落有情，非利乐有情，二乘人不度众生。菩萨为了利益有情，修定舍重担，灭绝众生的烦恼，是真智者相，这才叫菩萨。很简单，一个利益众生，一个不利益众生。若我们发菩提心是为了利益众生，让众生得利益，为此而来修定修观，就分辨二乘跟菩萨不同点啊。二乘人他就想我自己得到定了了生死就好了，咱们这说个比方啊，说念阿弥陀佛是大乘小乘啊，把阿弥陀经判到是大乘教义啊，是小乘教义啊，叫观人，你好好自己想一想啊，因为咱们下文呢、啊，这段最后的解呀、啊，大乘大乘人解，最后是念佛法门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释迦牟尼佛也可以，就是念佛法门。等你把这一段经文学完了，又真正懂得了。阿弥陀经是判的大乘啊，不是小乘啊。到极乐世界是过渡啊，到极乐世界还要回来呀、啊。不是禅师往善知识吗？在这世间找不到，到西方极乐参访阿弥陀佛，在莲池海会里头，都是菩萨心，没有二乘意。如果是到禅堂啊，咱们现在禅堂的师父，你跟他讲到六道万行，他不接受的，不接受的。顿超之入，立正菩提，正了菩提做什么？六祖大师一直在讲经，不印的字，别人给他念，你念他，你不会讲，他会讲。一直在说法，他没文化，大彻大悟。
有些跟那禅宗人长盒子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懂这个道理，因为他不学啊，什么都不学，就到禅堂去禅。问他的究竟达到什么目的？开悟，开悟做什么？开了悟你还做什么？他答复不出来了，他没得下文。至于说学法者说法者，大家可以关照一下，想想看啊。如果是你不修定也不修慧，那慧怎么开呀？没有慧你怎么样给人家解说呀？但是禅宗有批评，说学教的一人入海算沙徒自困，到大海里去数沙子多少个，说自己找苦恼啊，你说得清楚吗？这是禅宗批评教下，教下呢又批评禅宗，说不学无术，说你什么也不知道。什么叫开悟？你不能明白。开悟是一切明白。明白干什么？度众生。明白度众生的道理，灭除一烦恼，不是自己灭除一烦恼，让众生灭除一些烦恼。菩萨的用心，他想到的没有自己，没有我，我没有还有我执吗？我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我执啊？那我执不存在了。他再有一个念头，让一切众生都得到安乐，不为自己求幸福。我看着一个古德有这么一个语录。他凡是住庙住祠的人，凡是说法的人，他一随发心，不为自己。但是法师有简单的啊，有什么简单呢？不为名不为利，要把名利加进去就不是了，味道全变了，全变了。是吧？我是为了利益众生的，为利了友情，我在修定，修定，舍什么呢？让众生把重担都舍了，修定舍重担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定，舍掉的重担，一些烦恼啊，一些无明啊，要灭一些众生的烦恼。把众生的重担给他减轻，熔断我执我爱，先断五蕴嘛，菩萨断了五蕴了。说大智慧不是为了自己，修定也不是为了自己，修慧也不是为了定的。为什么让众生得难乐，让众生离有难？大智慧者不为自己。然后现在的禅堂啊，说禅门一炷香立正菩提，那种的定不是一般人能修得到的，大菩萨。说盘藏的人都是只是选佛场，选佛的佛，哪个佛没利益众生？有没有利益众生的佛吗？比利益众生是不能成佛的。
因此呢，就是利落有情，修定。教这修定是教化一众生修定，舍一些烦恼中的，把一些烦恼都灭了，是真智者相。菩萨跟二乘不同点。大乘大记前文，从凡夫说到二乘，从二乘转化为菩萨，最后才是大乘。就是菩萨应做什么事儿，理众生，就这么一个过程。唯愿助有情，修无余着定。这个定啊，什么都不执着，让众生放下看破，无依无着，永远断三界诸有。三界都有奈啊，永断奈，这才是大智慧者。为解脱住有法，令住无为成。令一切众生解脱所有的缠法。说的缠法啊，不知五蕴境界，还有执着法执啊，还有无明啊，还有细惑呀，还有尘沙呀，把这些个都断了，才能住的无畏城，一切无所畏惧。就是佛成佛了，这菩萨是这样来修行，即自定。即呢是寂静下来，这咱们都能做得到的呀，不烦躁了，静下来。自一切乐，子心乐可不是不做了，有行邪散，离众生。那二乘人呢，就是有这么一点，子心乐，乐不做了，而行邪散呢，离众生呢，他不做了，那不是大定。大定是在利益众生，不见众生相，是名菩萨摩诃萨。在这个修定修慧的分水岭，而那么现在当前啊，当前有洞洞禅，洞洞禅就是泰国跟缅甸发起的，泰国缅甸所有那禅定功夫，还有印度有瑜伽功定下来，而指心呢不能烦乱。那下一步没有，下一步什么呢？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。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讲的，让你认清楚什么是声闻，什么是缘觉，什么是凡夫。做十德业的是凡夫，断了见思烦恼的是二乘，菩萨是断无明细惑，二乘人为什么不能度众生？他无明细惑把他障住了，就是无明惑把他障住了，他不能运用有情。咱们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啊，咱用现实环境来量一下子啊，修定修慧。举现实的例子吧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普州寺里头住，你想行杀道因办得到吗？大望雨
你也做不到。大家都明白，你如果说我成了道了，我成了佛了，谁相信你呀？大家都学过的嘛，还看看你的作为嘛。大王云，你做不到。喝酒，咱就说五戒吧，你办不到，这里都有酒喝吗？我们这有很多居士在这说，他能喝酒吗？这个环境啊，修定的时候对你相当相应，相应就是很合适的。这是修善修道的场合，你想造恶业没办法，这环境非常有关系，非常有关系。那其他的地方呢？不见得了。你放下身心，什么顾虑都不要有，你也不用去化缘，有衣服穿，也不会挨饿。虽然我们这整个的没有大善知识，也没有大恶知识啊。有大恶是人家跳火坑去入学道去，有吗？没有。如果你看看我们这在这个环境里头平等平等，没谁跟你做账的。就是你从开始说我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，这一点每个道友都说是我发菩提心什么的，学着说呀，学着说，不是自己内心发出来的，学着说，听人家说。但是你怎么样的把它变成行动，咱们这道友自己检查一次，说你真正发菩提心了吗？咱没讲过小乘教义啊，都是大乘的。咱那四分戒啊，讲四分律、南三律是大乘的，不是小乘的啊。我说律分那么多呀，蕴含着有大乘意含到里头。不杀，不但我不杀，我让一切众生不杀。这小乘大乘啊，寡为自己不杀，小乘让一切人都不杀，劝说别人不杀，这就是大乘啊。我不吃肉，劝一些众生不吃肉，乃至于我们这里的所有的规矩定为你行动的纪律，就是大乘的，给众生做标榜的，影响众生的，就看你怎么想，看你怎么想啊。我们讲的课，无论哪位法师在这跟大家讲的，都是大乘的，没有说小乘法。法，佛所说的法，看你怎么用心。比如说我们持一个不杀戒，愿一切众生不杀，这大乘啊，没这个心，寡是我自己，我不杀害众生，是小乘。愿一切众生都不杀，说能做得到吗？管他做到做不到呢，我这个心呢是像这样往的，等我做到的时候就做到了，这叫大乘。法无大小，一看你怎么想，你要会想，会想。说学华严经的，他看一切都是华严法，都被法界所摄。为什么呢？你超不出法界之外去，都在法界之内。
一个整体的观念，观念入法界，法界。